大家好，我是宝尼阿贤。今天开的有点晚了，好，那我们不好意思啊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呢是《太空战士八》实况第15天。好，那上一次是玩到利诺亚离开了那个 school 了。哎，Hello，艾玛，安安。好，那就继续玩啦。现在是要往哪走？有八个位置。暂时昏迷了一段时间，但我想要就只剩下我和比埃特。好，比埃特是那个博士吧？对，他跟我有一样的疑问。到什么时候才能用到利诺亚？才刚归队没多久，他又离开了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
哦，对啊，那个你，我记得你好像离睡没多久就进入那个过场了。哦，不过没关系啊，那个我又把记录档用在我的 YouTube 那边，你可以去看记录档。然后我上一次那个过场完，我就解就关台了。姐姐的行踪也没有线索。哎，然后嘞。哎，怎么没有讲话？可以换队伍。啊，所以这里不能换。好吧，先来装召唤兽。
哎、hey,，Hello， 塞门安。
这样，存档。是什么东西啊？防护罩是不是？刚刚是在哪里？不是这。飞到哪里去？啊，这里。飞近一点，免得等下遇到敌人。不能停止。这里又敌人，强不强？这月球上的怪物都长得好恶。侦测一下，使用魔法以及锐利的爪进行攻击。还好，石榴龟，这是龟哦，看不出来啊。哎，我又忘了补血。啊，他现在是防御状态。
一些初级的换掉，占位置。这么简单要进去啊？凶，哎，发生什么事？定格了。这就是这一代的 logo。报到了，这时候才报到。诶，这是总，这是谁？
看起来好大一只。可能哦，看那个身形。使命必达。伊亚之家，不要回去那里啊！哎呀，看一下现在要该去哪里。像有一个支线的可以去啊，姐姐要开始练等了，接下来怪物应该都很强了，现在升到三十多级。这样乱飞的感觉真好，现在已经很少这种游戏可以乱飞了。
对啊，而且我的学员船不知道停在哪了，这里好像有东西，看一下。就是这个。先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寻找我的好朋友猴子先生。我那该行吗？猴子先生啊，在哪里？丢石头会怎么样？哦，这是一开始的怪。哎呀，让我打一下。刚刚有给一个提示，这一招哦，对哦，忘了他一很弱，
啊，都是一样的结果。这样就好了。欸，这个是哦，这是那个塔，电波塔。哦，是吗？好，我们来试看看。一直扔石头。都试看看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扔石头，扔石头，哎，扔一灯就遇到怪了。哦，还好我有装防催眠。哇，看来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好吧，回去找水怪。
一样嘛。对对对，巴拉姆海岸时常会有好东西被冲上沙滩。哦，哦，还会给情报哎，这是你之后会有很多情报。看一下巴拉姆海岸，巴拉姆海岸就是学员原来的地方嘛，这边。海岸海滩这个地方吗？飞太高了。怪没看过，像比较强。在地面下也能游动的人？问号？问号？有个问号哎，他的血是多厚啊？看起来像是会挂的样子。没有落点吗？加速重建。哎，这么弱，这么弱，我就放弃了。抽一下他的高级寒冰，水侦测，
快抽满了吧。OK， 完了，把你打死。结晶，啊，可以换队伍，稍练一下利洛亚。
现在是练功时间，终极回复。哎，这么弱，雕刻的痕迹，藏屏墨，只有一个吗？捡到那个石头之后，就不能再捡了。
好，再来回去找水怪。应该还有什么东西？边的洞穴所在的山上，无边的洞穴所在的山上要什么东西？无边的洞穴，还有什么？跳起舞姿，美好的一天。无边的洞穴，哪里？是这个湖。算湖边，这里洞穴是指这个吧？无边的洞穴，那个轨道的洞穴。
可以抽。Thank you.
连续出来两次。找到什么东西？哎，开过去一点好了。是，这很麻烦，不小心会按到。Thank you.
戏也太难找。我不是装御敌减半的，也是蛮容易遇到敌人的。